今天真的，我们邀请到了舒淇来到佳丽直播间，她带来了今年双十一大家都非常期待的理肤泉的活动，以及红地球的活动力度。来，我们掌声有请舒淇来喽，来喽！哇，本人，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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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是第一次见面，对，来了，来了，来了，来。好，小心一点点，然后你可以把踩在这边会好做一点。好，那你要坐过来一点点，因为大家就是比较想要看你，来跟大家打个招呼，直接把我可以赶走了。对，要跟他们打个招呼。打完了，打完了，我刚刚说了嗨了，欢迎舒淇，欢迎舒淇，哇哦，好漂亮哦。好啦，那今天邀请到舒淇来到佳丽直播间呢，我们是有任务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先聊聊聊天，好吧？让你先放松下来。所以你是第一次做直播，嗯，所以会紧张吗？看到你很紧张。没有啦，看到我看到你才紧张嘞。所以你会想象当中直播是什么样子的感觉？我昨天看了2个小时你的直播。哦，看了，买东西了吗？我想说今天来要完蛋。好，大家可以写一个标题了，舒淇是唯一一个从李佳琦直播间逃出来的女生。因为网上有一句话就说没有一个女生可以从李佳琦直播间安全逃出。哦，对，他们都会买，只要看就会买。是，所以很厉害，所以今天准备要买了吧？我其实本来想买的，只是我不知道怎么买。哦，不知道怎么买，就不知道点哪一个。那等下我们现场教你。我就一直点你的头，为什么？哎，还是一样的。还是一样的。那今天现场我们教舒淇如何在网上购物，好不好？嗯，麻烦你要再进来一点点。对，好了，我坐侧面就好了。来，美们。真的来了，女神来了。那今天呢，其实邀请到舒淇的话，我们有两个品牌，一个是理肤泉，一个是红地球。然后我们的活动力也很大。那我们在之前还在聊一个话题吧，因为我知道舒淇是综艺爱好者，就是你平时会看很多很多的综艺。那最近有没有一个综艺是你要种草给我或者推荐给我一定要看的综艺节目？都好多呀，好多。所以你好，那我这样问吧，你比较喜欢看哪类的综艺？比如说比赛类的啊，或者是就是旅游类的啊之类的。比赛类的我也看，因为最近刚看完这就是街舞嘛。哦，最近刚看完这就是街舞，很值得看。对，很帅，他们跳的舞都超帅的。对，而且你以前也当过导师，我也追过那个就是选秀节目，非常非常的喜欢你。而且你也是一个很爱好动物的人，嗯，对吧？你有两只猫，一只是银色的，一只是金色的，就这两只猫猫。所以你什么时候养它们的？一个7岁，一个6岁。哇，已经养了很久了。嗯，所以你在养猫上面有什么分享，想要分享给他们吗？就是养猫你一定要注意什么？让他们做自己。哦，就是不要去要求你要给我干嘛，你给我过来，你给我坐下，你不行的。对，就是让他们做自己。嗯，因为猫猫就是一个很爱自由的一个动物。嗯，好的，那其实我也有养很多很多的动物，不知道刚刚你没有看到，还不知道还在不在这，已经回家了，不好意思。哦，对，我昨天看到那个一只狗狗，对，它一直会拜拜，对，它就是我们直播间的拜拜工具，它每次上班的都很不情愿的。很美，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嗯，然后我也知道你虽然很喜欢动物，但其实你是一个容易过敏的人。嗯，跟我一样。真的真的，我也是一个很容易过敏的人。因为我医生都说佳琪你不准再养狗了，我说不行，你不让我养狗我宁愿过敏，但我也养狗。我也是，我也是。你也是这样子的人，所以嗯，因为那个，因为他们太可爱了。我也是这样觉得，就是我可以吃过敏药，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会觉得太可爱了，我就很想去，就是让他们陪在我们的身边。所以那平时你自己过敏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有很多方法，比如说会喷一些补充的水分，让不要那么干燥，然后还有敷过敏的面膜，然后还会用理肤泉，它很多 B5 的那个一个乳液还有精华，对，他们家有很多 B5 的精华跟乳液都是很好的。嗯，你知道前两天整个理肤泉的 B5 乳液在我直播间抢到，一个晚上他们都在刷理肤泉给我加货。对，所以今天来了，我们把一个真的非常非常厉害的东西带来，就是理肤泉的 B5 面膜。是的，我跟你们说，真的很好用，你知道吗？这是我就是发现的理肤泉里面非常非常宝藏的，他们不怎么打广告这个单品，但是真的用过人都说好用。所以你平时敷面膜是每天敷一张，还是一个星期敷一张，还是怎么样？一个星期敷一张。一个星期敷一张吗？我一天有时候敷到两张。一天敷到两张。嗯，其实快速保湿补水的面膜一天敷两张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要避免的是什么？是你一个小时一直在敷面膜，这是容易过度水。但是你比如说
早上我敷一张五分钟，然后撕下来晚上再敷一张五分钟就没有任何问题，好不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带的第一个产品就是理肤泉 B5 面膜。我跟你们说，这款超好用，为什么？因为它里面主要成分就是刚刚舒淇说到的理肤泉的 B5 这个成分，这个成分是有效的可以加强我们肌肤的一个水合作用，缓解你肌肤的干燥，而且它里面还有到的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成分，也是今年很有名的，叫做羟基积雪草苷。你好厉害哦！真的吗？所以你有在做准备的时候说我要说一下它的成分吗？应该就不用了。对，我说了你就可以不用，但是你要用舒淇的方式来介绍这款产品，好不好？等一下。嗯。好，还有理肤泉最有名就是温泉水，因为理肤泉在法国是有一个理肤泉小镇，他们会每一年去帮助一些比如说皮肤容易脆弱的小朋友，或者皮肤容易脆弱的一些成年人，把他们带到理肤泉小镇去做一些矿物质的一个治疗，让他们的皮肤就会健康起来。而且这款产品特别适合于换季季节的时候，皮肤的干燥啊，皮肤的敏感啊，包括容易长痘痘的肌肤，你也可以用它来帮助你做修复。嗯，好，那如果舒淇推荐的话该怎么推荐？如果要你推荐的话，你该怎么跟大家种草？就是你把他们当做闺蜜就好了，你平时跟闺蜜怎么样种草，你喜欢的东西就怎么种草就行。要敷哦，要敷哦，哈哈，要敷哦，好不好？舒淇都说了要敷哦，你们一定要敷哦，好吗？而且这个的话，它的面膜不止，其实有一点点小特色，我们来给大家打开一张试试看，好不好？超级干皮可不可以用？可以的，应该舒淇是干皮，因为就是防敏感的，大部分敏感肌肤都是干的，很专业。就是大部分的皮肤问题都是因为肌肤缺水皮肤干导致的。嗯，其实我再告诉你一个点，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其实很多的油皮都是因为皮肤缺水导致你的油脂出的更多，变油，对，变得更油。所以无论是干皮和油皮，你一定要做好保湿补水，但是不要过多补水，好不好？好的，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膜布，它的膜布其实非常非常的、哦、对，它的膜布是非常非常的锁水，不容易滴落、嗯、而且这个膜布的话它贴肤性也是非常非常的棒，给大家看一下啊。对的，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贴肤性是真的很好的，而且它的膜布不是那种特别厚，也不是那种特别薄、嗯、因为我买过很多的比如说日系面膜，它的膜布就过于厚，很多人会说不贴肤就会容易翘起，或者有的韩系面膜它会比较的偏什么偏薄，很容易会说啊会容易撑烂，或者会容易撕到很薄很薄，但它不会，它会比较的刚刚好，而且很贴肤，好吗？那我来说活动咯，天猫店铺价330块钱两盒10片，佳琪直播间到手价268块钱买两盒10片，本来30块钱一片，我们今天价格你猜一下多少钱？30块钱5片。那也有点太便宜了，哈哈，完蛋了，让李不行老板在后面滴汗，没有那么便宜，但是差不多了，就是10块钱一片不到。哇哦，很划算了，因为30块钱一片，我们10块钱一片左右的价格帮大家打了三折啊，打了三折，所以我们今天是先付定金，然后领10元优惠券，买10片送同款17片给到大家，买10片送17片同款给大家，所以活动力度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哦，好不好？所有女生准备好了没有？3、2、1来咯，上链接咯，一共只有2万组，来我教你，就是我们现在上了27号链接，对不对？嗯。然后你点进去，然后赶快直接去付钱，付完钱了就领个优惠券就好了。然后你付完尾款之后，它就会到家了。哦，真的？很快，就不用出门，逐步出户买好物。嗯。对。下架了？没有了？还可以再加吗？还有15000。好的，理肤泉我们的 B5 面膜还有15000分，大家赶快来抢一抢，好不好？谢谢大家的支持哦，谢谢你们，谢谢大家。因为敏感问题现在真的很多女生都会有。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对皮肤的敏感修复，你们一定要去就是保护一下自己的肌肤，不要让皮肤变得太过于敏感，好吗？嗯，好的，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又加好了又下架了，那就没有了，没有了、嗯、不好意思，我们已经没有了，这所有的理肤泉 B5 面膜的货已经没有了。好啦、嗯、那我这些代表了，可以啊，当然可以，没有任何问题。你是代言人，你应该不缺他们家的面膜吧？哈哈，但是可以带走，可以带走，可以带走。好，那我们来就是下一个互动环节，就是你知道我的普通话也非常非常的不标准，比我标准。嗯，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考一下普通话。好，你可以接受挑战吗？可以。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被粉丝称呼的普通话二级乙等水平的普通话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高吗？所以不高，对不对？来，一般都是一级。一级甲等的，你可以把这一个念出来吗？黑化肥发灰会灰
发灰化肥灰发会发黑，很厉害，只错了两个字。这个我念我都不一定是就是这样子，真的很厉害，只错了两个字哦，很棒哦。如果是要我念的话，我是会真的认真的认真的，就是也有胜负欲的啊。黑化肥发灰会发灰会挥发灰化肥挥发会发黑。啊，对我还卡顿。第二个，哇哦，这个完蛋，我这个我完蛋，我是湖南人，然后我是那个了呢不分，嗯，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就是没有办法，你可以挑战一下。好，能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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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这个太难了啦。这个我也不行，老农闹农，老农闹怒弄老农，老农闹怒弄老农，农怒农老弄更怒，什么东西啦？你们准备的也太难了吧？我觉得就直接放弃了。直接放弃了，那这个可不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我们就一段就好，上面那一段就好。好，嗯，山前有44颗。柿子，山后有44只狮子，山前的44颗柿子射死了山后的44只狮子。谢谢谢谢，我还把它简写，把它简写，中间把字省略掉了，真的很难很难很难啊，真的非常非常难。我们就是让舒淇做个小游戏放松一下，然后第一次来直播，其实还蛮好玩，对不对？嗯，其实就是不会像就是大家心目当中觉得说那种快节奏，或者是很快很快超快的。所以对于你平时来说，我们直播的速度是快很多的，超快超快。对于你来说真的是超快。我觉得我拖慢了你的速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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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觉得这样挺好，就是我快你慢嘛，这样会比较好的协调，直播他们会觉得更好看。好不好？而且你要多多分享，因为大家就是很期待你来。你知道我7点半开播，开播那一秒就开始一直在刷舒淇呢。舒淇几点钟来？嗯，一直刷到10点钟，我已经回答了100遍。舒淇10点钟，所以大家都很期待你。对，肯定要让你就是看多看看你的互动。好，刚刚我在上播的时候听到你说了一句，你说你平时对于敏感肌的护理会喷喷雾。嗯，对。对，所以这是你什么时候发现的一个护肤的秘诀，或者是说护肤的一种方式？因为不是一定要常常保湿嘛，然后我们坐飞机，嗯，你也不能一天到晚贴那个面膜，面膜会干的时候，是还是那个要保湿补水。对，你一直保持补水，所以我就会常常就一直喷，哎，对对，一直喷喷雾。而且你其实有时候你就擦一点薄薄的那个乳液之后，你这样子喷它反而会吸收的更好。啊，反而会吸收的更好。所以你是在很久之前就开始使用喷雾这个东西，而且是一直必备。因为确实是就是比较小瓶装的喷雾啊，包括就是这种就是这种旅行装的喷雾是很好携带的。嗯，就是比如说你放到包包里面出门的时候，或者你在海边玩的时候你也可以用它。比如说从海里面起来了之后，你把身上的就是海水擦干了，你就可以用喷雾这样去做保湿补水。确实喷雾在护肤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而且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的经验，就是其实很多女生用洗面奶，每个人用的洗面奶不一样，它的酸碱值也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用洗面奶清洁完肌肤之后会觉得肌肤很拔干，就是那种像裂开一样，像沙漠一样，就很拔干。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可以先用喷雾去喷一下脸，让我们的皮肤水油平衡得到很好的一个调节之后，我们再去用护肤品，它会像舒淇说的，就是让你的产品吸收效果会更加的好。而且你知道我还有一个用法我可以分享给你，就是我自己发现的一个特别好用的用法。对，可不可以给我准备一个理肤泉的霜 B5 霜，或者是他们的特那个就是安心霜，什么都可以。我教大家一个很好用的方法，你除了直接喷你还有什么用法吗？可以给大家分享的。我就随时随地都哦，你就随时随地直接喷。我教你一个他们家超厉害的，我发现到的一个用法。我们可不可以请一个模特上来，好不好？来，庆子姐，我们来一下。我请一个我同事上来，我因为他素颜，可以稍微在他脸上动一动。等了一年，可以可以。没，你坐，没事。好，就是我也可以教教你，这个方法很好用，我特别喜欢。就首先大家要有一瓶喷雾，然后呢，我们在卸完妆了之后，如果你的皮肤过敏很严重、很泛红，然后皮肤很脆弱的时候，你可以首先闭上眼睛，先把我们的喷雾均匀的喷在我们的皮肤上，然后你就可以轻轻的拍一拍，然后呢，来把那个给我一下，对。这个哦，就给你们推荐，我超喜欢的。对，我都用这个。对，理肤泉的安心霜，这个安心霜超好用。然后你直接可以把安心霜挤，你就挤特别多。不好意思，你就可以挤挤挤挤挤。完了，这个小动作就可以逗他笑了。哦，好，
然后你挤很多了之后，你就把它涂在你，比如说脸颊很泛红，你就把它整个涂在脸颊上，然后这边脸颊也是，因为这个安心霜它的成分非常非常的精简，就是可以帮助你快速保湿补水跟修复你的肌肤，然后包括额头上都可以涂一点点，就是这边比较敏感的 T 字部位。然后涂完了之后呢，美们，如果你正好手边没有面膜，你可以怎么做？拿一颗压缩面膜纸，然后把这个压缩面膜纸放在它的盖子里面，然后把这个喷雾直接喷在我们的盖子里面，然后压缩面膜纸就会长大，然后里面就有很多的水分，然后直接把这个面膜就盖到它的脸上，就可以做个密集修复，所以它也是可以当做个面膜去敷的。这个方法你们可以学一学，真的特别特别的好用。看一下，那压缩面膜纸把它泡开了之后，好，对，就直接喷在我们的压缩面膜纸上。好的，然后我们可以把它打开，然后打开了之后直接敷在脸上。然后你可以包括有的时候我们追剧看电视敷面膜敷干了，觉得哇我的皮肤又变干了怎么办，你可以用喷雾再喷一喷，或者你可以再多敷一段时间，对的，去做一个就是二次的一个叠加。好了，二次他在笑我的普通话。来，直接就敷在皮肤上，用压缩面膜纸敷，就这样你敷个十分钟左右，做个密集的一个修复就好了。这个方法你可以试试看，特别好用，特别在飞机上的时候，然后你可以不用洗脸，因为它们成分很简单，因为不添加一些香精酒精防腐剂，所以就会让你的皮肤没有负担感。然后包括你再可以再闭上眼睛再喷一喷，把一些没有刚刚没有喷好的一个地方再喷一喷，就可以敷面膜了。就这样去使用，五分钟左右到十分钟左右，你就可以把它撕下来，你的皮肤就会整个舒缓的非常非常的好。包括你晒后之后，你也可以用这样子方法去做修复，好吗？这是给大家推荐的一个方法哦。好啦，那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的一个活动，好不好？那今天先是舒淇来了，所以这个喷雾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大的活动力度，真的，我们从来没有看过这个喷雾可以有这么大的活动力度。这一瓶是家庭装大瓶的300毫升，它要卖。美们185块钱一瓶，佳琪直播间也是先付定金，然后领15元优惠券，到手价150一瓶，直接减了35块钱了，然后我们再送150毫升同款一瓶，再送50毫升一瓶，超划算，买300毫升送300毫升再加50毫升啊，还在减钱，再减30块钱，真的很划算，对不对？这个一定要买，对不对？相当于有三瓶正装，再加一瓶小的，你带到包包里面用的一个产品啊！来，准备好了，折扣力度3.7折活动，3、2、1，来喽！3.7折，超划算哦！理肤泉喷雾3.7折来啦！马上我们会上在28号宝贝链接啊，我们马上会上在28号宝贝链接。谢谢大家的支持哦，谢谢你们。对的，先付定金哦，先付定金。好啦，我们第二个产品也推荐我，哎，链接呢？上了，我们链接已经上上来了，28号宝贝链接啊，我们链接已经上上来了。孕妈妈，你要买东西的话，请理性消费。但是这一款产品理肤泉，孕妈妈是可以用，它的成分会比较的精简一点点。怀孕的妈妈哦。可以，对吧？孕妈妈是可以用，包括小朋友，如果皮肤上有一些，就是小的那种红红的啊，或者是刺痛的话，你也可以给它涂一涂，好不好？谢谢大家的支持啊！好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推荐到就是变美的有颜色的东西来了。其实哦，你知道，真的，我觉得好有缘分啊，因为我以前是做专柜的，你知道吗？这么巧，你第一个专柜不就是我吧？也没有了，对，就是我以前是在线下做导购的，然后那个时候红地球是在各大商场都有这个品牌，然后我每天上班的时候看着你的广告，有点腻哦。没有啦，你真的是不要挖坑给我跳，很吓人的这个回答，就是真的。红地球非常非常厉害，那个时候就舒淇的照片哦，很好看，而且其实你在各个影视剧当中已经塑造了很多的角色，然后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因为刚刚看到很多人都在刷说啊，就是舒淇的新剧什么时候上，所以最近有新剧要上吗？没有，没有，就大家还要再等一下了。那我们来回顾一下你之前的一些剧照的照片，好不好？这个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雪莉杨。你怎么就自己就说出来了？这个是寻龙诀，所以我不能讲嘛，就让他们来，就来猜一猜嘛，好不好？这个是寻龙诀，就是真的每一次的造型大家都会觉得很漂亮。这个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就这张照片大家知道是什么吗？聂隐娘。聂隐娘，所以就是
自己说出来啊，就是你很怕大家不知道吗？大家应该都看过，万一没有呢？大家应该都看过了，你看他们都在刷啊，就是这边会有，他们都有在说这是什么的剧。好，还有，来我们看一下，因为我们弹幕稍微会有一点点的延迟哦。对，然后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吧？这个太熟悉了，对不对？都看过《非诚勿扰》了，好不好？笑笑非诚勿扰的梁笑笑，然后包括还有最后一个，这张太漂亮了，真的这张太好看了，胜者为王。嗯。对吧？我应该去画个这个口红。你知道，真的，我每次涂正红色的口红跟大红色的口红，我会在直播间惊呼，我这就是舒淇的颜色。你们涂完了，就你们就会去变成舒淇一样，就特别漂亮。所以我其实很诧异，你今天会涂一个淡淡的口红上来。因为我怕要讲太多话，太红的时候会不好看。不会啊，你就是要涂大红色的口红才好看。好，那我再问几个问题啊，在你心目当中。作品角色喜爱程度的排序，你最喜欢这里面的哪一个角色？都只能选一个，都喜欢不行，只能选一个。舒淇，很会回答。好，第二个，现代戏、古代戏在妆容上，你觉得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最大的变化？其实我的脸长得比较像那个现代剧的脸，嗯，所以在古装的时候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去化妆。但是我觉得你也很像那种你知道古代戏里面的大侠那种侠女那种感觉。所以我每次演古装大部分只能演村姑不用这么真实了跟驱魔者有没有驱魔就是不可以演那种妆干干净净的只能演那种有点泥土在脸上的那种妆我就是很大侠很飒气那种感觉不能演标准美女没有真的是大家心目中女生你知道我几个满屏都在刷好美一直都在刷好美好第三个问题就在所有的化妆步骤中我昨天在看你直播的时候想说你太厉害了你都不会打结怎么可能天天打结我天天都会说错话就是普通话发音不标准、嗯、好了就在所有的化妆步骤中你只能你只能选一个你一定要化什么出门一定要化什么出门就是你只能脸上有一个部位可以化妆你要化什么妆口红啊一定要涂口红不是因为一个口红可以弄整个妆啊真的你们都会一个口红可以弄整个妆的太厉害了还有口红腮红眼影啊都可以用口红来做、嗯、所以口红是很重要的啊大家还是要觉得口红是很重要的然后这个品牌红地球对你已经代言了嗯对吧就是二次代言红地球二次代言红地球所以这个品牌回娘家回娘家的感觉你有什么感受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吗很开心很兴奋所以当他就是再次找你代言的时候你会觉得嗯嗯就是有没有一种我好似曾相识然后有那种回忆的感觉你第一次代言红地球的时候你那时候感觉怎么样其实我没有那么想就是好像二十年了然后就觉得我都不敢说这个数字觉得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是我也觉得这时间过得好快啊就觉得Wow, 所以你第一次代言彩妆品牌的时候，你当时想，就是、对你当时想，你的想法是什么？当时我还蛮谢谢感谢红地球，因为然后觉得有特别多的化妆品可以不用买了，都可以用红地球的。也不是，我觉得一个新人可以代言到彩妆产品是一个特别很幸福的事情，很幸福，而且还算蛮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是的，是真的，那个时候讲的我都快哭了。没有啊，谢谢红地球。主要是也是因为青霞姐。青霞姐，对对对，嗯、因为就我们都是老乡嘛，都台湾来的，所以他就哎就看到这小女孩就这样啊，所以真的是很有回很有缘分，而且很有回娘家的那种感觉。嗯、好啦，这一款产品，你知道这款产品有多火吗？在现在，嗯，整个火到不行，它已经在全网累计卖出了，虽然时间不久，就两年还不到的时间，已经全网累计卖出了400万瓶。很厉害，这个数字已经算底妆里面非常非常厉害。因为你知道，其实中国女生对于化妆变美的过程，从我们开始只画一个眉毛出门，到现在可能会涂一个口红出门，然后到这两年他们会开始画底妆，就打粉底液出门。其实这个变化是还蛮慢的，就大家会从了解美妆到学习美妆到尝试美妆，然后底妆确实是女生们不太喜欢的一个单品，就会觉得好麻烦哦，上妆就会觉得不会、啊、哦打不好。很快啊、那如果你画。你化底妆是这样化的，嗯，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化妆是要化这么久，我自己就这样吃吃、嗯。啊，来，我们示范一遍，好不好？我们要那个舒淇就教我们怎么如何这样，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所以你化底妆就是哒哒哒哒哒哒用手拍就好了，就对，就是用手这样轻轻一拍。所以你很讨厌化妆师给你化很久，对不对？
也不会啦，因为你自己拍，你一定会选，还是当然是要比较好推的，好推开的，而且还有吸收的，所以还是要推开的、啊。好的，喷雾已经没有了，对不起大家，理肤泉真的没有货了，理肤泉全部下架了。那今天我们就来试一试，现场来试一试红地球的底妆为什么好？你知道这款底妆哦，非常非常厉害，就是它里面是有到几种中草药成分在里面，所以它跟别的底妆不一样，它是养肤型的底妆，而且我觉得它很适合于亚洲人。为什么？因为亚洲女生我们妆前保湿可能做的没有那么的精致，或者我们可能不是每天会去就是美容院做皮肤管理，所以我们的皮肤可能会出现有一点点干啊，或者是皮肤有一些瑕疵啊，或者有些长痘痘啊，你都可以用这个底妆，因为它的遮瑕刚刚好，它的滋润度也是刚刚好，就像你打出来了一层新的皮肤的感觉。是的，那我们来现场给大家一起试一试我们的底妆。来，我们请上我们的 Yuki。好，那我们来给大家示范一下，它可以用400号色。对，这个颜色很适合绝大多数的亚洲女生。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这个底妆哈，来我们给个近景好不好？推一下近景给大家看一下。其实这个底妆它有点像霜，就是面霜或者乳液。它会有点像面霜或者乳液，它的流动性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它会有一点点的偏什么，偏润，就跟别的粉底不一样，别的粉底可能是粉，它是润的，像霜一样的感觉，而且你摸不到过多的就是那种就是颗粒感。所以看一下我们如何上底妆，只要轻轻的把我们的底妆先点在我们的脸颊上、下巴处以及额头上，这是400号色，我最推荐的是400号色，然后直接拿我们的化妆袋。如果你的皮肤不保湿，你可以再用什么？再用理肤泉的喷雾喷一喷，然后把它打湿了之后呢，轻轻的拍开它，它的延展性真的很好，看一下哦。然后鼻翼的地方做打圈，然后顺着我们的皮肤的纹理跟毛孔的一个地方慢慢打圈上底妆，它会打造出那种奶油妆的一个质感。所以你用过化妆蛋吗？我、没有。那你想不想试一试用这个化妆蛋上妆？很好玩的，就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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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就这样拍拍拍拍拍拍上去，就会非常非常的快速。看一下，轻轻的打上去，然后额头上也是，就轻轻的推开它，它真的很好推，跟它比较的偏润。看一下，哇，好，然后我们可以用这种尖尖头，对它，而且没有什么粉质感，对不对？就看不到很厚的粉质感。然后我们还可以再加一点点的底妆，看上面，女生现在熬夜会有黑眼圈，我们可以直接把黑眼圈遮住，你看，慢慢的遮，好，你会觉得说一层不够，我们可以再来一层。看上面，好，大家看一下两边的底妆对比，这边很漂亮的奶油精致感，它不会过于油，也不会过于哑光，就刚刚好的中间的一个有一点点微哑光跟奶油肌的感觉。然后看它的两边眼睛对比，这边的黑眼圈已经掉到鼻子中间来了，这边的黑眼圈已经遮住了，就是它的遮瑕力度是真的刚刚好的一个遮瑕力度，所以非常非常的棒。这个底妆最主要的性价比又高，因为它里面是从以前的五大植物成分养肤成分到了现在的七大，有人参、灵芝、冬虫夏草，然后东海当归，然后核桃籽、川谷籽以及芦荟提取物，所以可以帮助你在上底妆的时候会有很好的一个滋润度。对的，谢谢。所以我说话太快了。没有，我觉得你好厉害哦。真的吗？说话那么快，然后因为我已经推荐了他一年半，还会打粉底，还会画口红，我还会涂口红。等一下我们两个来比赛涂口红。我应该比你快。那来试试吧，我也没在怕的。我跟你说，就是自己私下涂口红哦，是会很快，上直播涂口红很可怕。真的吗？会紧张，就会手抖，就这么多人看你涂口红你会手抖。我以前就手抖到不行。对，你家可以试试看。好了，来，所有女生，天猫店铺价，我们的红地球的粉底液168一瓶，因为这是新款，我们从五种植物成分到了七种植物成分，佳琦直播间108一瓶。然后我建议大家买 F400， 是自然的一个颜色，皮肤健康肤色买 F401， 好不好？来，所有女生108到手，买30毫升送32毫升，就是买一瓶我们会送大家小支装，你带到包包里面，或者出国旅游的时候，或者在外面玩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小支装再送一颗化妆蛋给大家。2.8折活动力度，你们准备好了吗？3、2、1来咯。皮肤白买400，皮肤自然偏白买401，我推荐大家只要不黑都买400号色。来咯来咯，红地球来了，先付定金哦。我的声音会不会过于大？我觉得你好
慷慨激昂哦，因为每次讲完我都好想拍手。真的吗？嗯，就感觉就是他太用力了，是不是？不是，就很那种很演讲，就是、很 speech， 很可以感动人心啊，就是很就是兴奋的感觉，有一种不是就是你就。就是、激动，嗯，就是我也想要买的感觉。对，啊，这就是我的秘密，不是魅力，是秘密。下架了，来我们加货吧，好不好 ？F 四零零我们加多一点点给大家 ，F 四零零我们加多一点，然后300号色跟301号色比较偏粉，这比较偏冷白皮用，黄白皮肤还是买四开头的颜色，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你们的支持。嗯，加好了哦。美们，我们的粉底液加好咯，大家可以自己去拍。400加好了，还有8000瓶，还有2500瓶，没有了， 400又下架了。来，我们再加5万瓶400给大家啊，谢谢你们的支持。108块钱到手，记得领取10元优惠券，不需要备注李佳琦的名字，11月17号付尾款就可以了，好不好？好啦，刚刚我们说到了涂口红看谁快，今天晚上我们就来比一比。好。哇，真的来了，你要卸嘴巴的话，你告诉我哈，我们这边有卸妆巾，没有，比较淡啊，比较淡 ，OK， 好的，来，我们开始了，我要跟舒淇比画口红了，我有一点紧张，我好久没有就是当着就是舒淇的面，不是好久没，从来没有过，就是好久没有跟别人比赛涂口红了，这要为什么要比赛？就是我们今天看谁快啊，你不是跟我说刚刚看谁快涂口红？我刚刚讲过吗？对，瞬间忘记。所以如果在这里面的话你会选哪一支？你喜欢什么颜色？都可以，我都喜欢。就是你平时私底下会喜欢什么颜色多一点？就是看搭配还是怎么样？对，看搭配。我都会混在一起，然后再混那个润唇膏。就是混把口红混在一起，然后涂润唇膏，这样会不干。就会有油亮油亮反光的感觉。所以你喜欢润润的亮亮的口红。嗯，就嘴巴看起来更大。就是性感，比较偏性感一点点。好啦，那你需不需要一个镜子？这边吗？有，等一下不要涂出来了，毕竟这是直播，我们不能卡掉的那种哦。我懂。好，来我们下面一个啊，我们的唇膏，这是第一次红地球的丝绒唇液上给大家，而且我们今天活动力度很大，那我们两个来挑一下自己喜欢的颜色吧，好不好？你先挑一支，你挑了我再挑。我觉得你喜欢这一支，都可以，都可以。好，那我挑一支306号色。但万一画完之后你比我好看怎么办？那我就卸掉，好不好？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个好难画。那如果我选一支这样的颜色，我选这个颜色，你选一个棕红色。好的，这个颜色很搭你今天的衣服，会比较偏棕色调的。等我一下，我们说321一起开始的哈。好啦，你们看一下佳琪跟舒淇看谁画口红比较快。佳琪舒淇。对的，好来。那我们拿进来一点点，要不然等下你又出画了。好，来3、2、1开始。好了。所以我们两个多高都在各自作弊当中，就是完全没有在认真画口红，就是用手指点了两下。所以哪个颜色更好看？好了，我们两个认真画，好吧？我们认真画一下。我很认真。你这是画完了？对啊，这就是画完了的。所以你平时就是这样子薄薄一点点吗？嗯，好好看哦，舒淇快，好了，他快，他真的很快，真的非常非常的快，而且很好看。就刚刚那个嘴巴的感觉会有一点点就是亮亮的，这个的话会是有一点点的哑哑的感觉，它会很自然的一个颜色，而且加今天的穿搭配这只棕红一点点颜色，好漂亮哦。舒淇用的是几号色？刚刚你用的是哪一支？不告诉你。猜。这也可以猜吗？对，这个可以猜吗？605号色啊，605号色很好看，它是一只奶油杏色的一支颜色，605号色这只很漂亮，对不对？他们为了女神买。你们以后也说着这样的话给我听吧，好不好？为了孔一哥买，好不好？我嘴巴的颜色是一豆沙，它是一个306号色。这支颜色是比较偏什么？偏砖红豆沙，我涂深一点给大家看一下。我好羡慕你的唇形。因为我是一个没有唇形的人。你有啊，其实你有其实你也是有唇形的，而且你的上唇非常非常的好看。对的，我觉得那种很明显啊，你很喜欢那种就 M 字的那种唇形，对不对？嗯，不要自己的最美的，
好看吗？这几颜色，砖红豆沙色，就会有一点点偏豆沙色的颜色。但是我觉得，就舒淇选的颜色很好看，因为这几颜色很配秋冬天。就是你们穿风衣的时候，或者你们穿那种比较偏裸色调衣服的时候，你涂这几颜色特别显气色，而且比较偏杏色的和杏红色会显得皮肤比较白。嗯，就可以用这支颜色，这支颜色你选的很好，这支颜色是舒淇刚刚选择得到的605号色，然后佳琪的颜色是306号色，那你再帮我选一支颜色吧，我们再试一支你觉得好看的颜色给大家看，好，好不好？我来再试一支颜色给你们看啊，都好看。嗯，他们当初问我哪一个比较好的时候，我说都好，因为每个都可以搭不一样的衣服。其实我很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们家有多少支口红？你有统计过吗？就你有多少支口红？我家只有红地球的口红。你家只有红地球的口红，这个回答厉害。好，我们来看一下。哎，又在做叠加。啊，他选的这支颜色也很美，这支颜色会更偏砖红一点点，这支好好看哦。这几颜色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607号色吧？嗯，对不对？507啊，是607还是507了？607号色，对对对，这几颜色很漂亮的。他们说你家有上千上万支口红，我有几万支口红。然后说哪擦了之后，然后就我可以记得住它是什么颜色，而什么品牌，然后闻一下它的味道，我也知道什么品牌。几万支，因为我这几年直播，我应该试了5万支以上的口红了，试了5万次，差不多。然后每一只你都知道，嗯，差不多吧，就是不能说，就是比较热门的颜色知道哈，就是那种很偏的颜色我就不知道了。我不行，你不行，我大概只知道紫色，紫色、红色、粉色，就这几个。但如果什么暗红、什么砖红、什么番茄色都分不清楚，就还是要看一下，还是要看一下啊。这支颜色好看，那我可以试一试这支颜色吗？这支颜色是舒淇推荐的第二支颜色，607号色，这一支很美。这一支我给大家先刷一下颜色，它是有一点点枫叶砖红的感觉，它是有点棕棕调那种枫叶砖红色的感觉，对，这是美妆博主的首饰。然后这支颜色我给大家来涂一涂，这是卸妆纸啊，哇哦，一擦就可以擦掉，你要再所以你是第一次用卸妆纸，我感觉我可以就是可以给你一些美妆的黑科技的东西给你用一用，还是真实的很想拥有，很想要体验一下，化妆袋也没有用过，然后卸妆纸也没有用过，怎么办？红地球赶紧安排啊！这就是我今天来的目的。好的。这擦起来很像古装的颜色。嗯，就有一种复古感。嗯。你那样看好樱桃小嘴哦。你知道我在我心里在打颤，就是会有一点紧张，他这样说我会有点紧张。看一下这支颜色很好看，对不对？很漂亮，就很适合秋冬天。这支颜色是607号色，好不好？607号色。那刚刚我们给大家推荐了美们605 607以及306号色，都大家可以去买的颜色，还有606啊，也是棕红色，也很好看，包括还有611这种颜色你应该认识，就这支六也在哪里，这边611号色是紫调的梅紫色，就战果色，就这种颜色你平时会怎么你怎么什么时候会涂这种颜色，这支颜色好好看，晚礼服、这支颜色重要场合的时候涂它，气场爆棚，好不好？气场，他们说舒淇家里应该没有开宽带，什么叫宽带？就网络哦，你家有 WiFi 吗？有啊。哦，他们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是冲浪选手，你知道什么叫冲浪吗？完蛋，这个我为什么我要给他解释这个事情？这个解释我这个我也不解释，就是 follow 就是时尚资讯比较快的叫做5G。我知道。然后不怎么 follow 时尚，就是一些新东西的话，就会叫做没有装宽带家里。哦，懂了吗？好像还不太懂，我也不太好，不知道该怎么科普。懂。有点比较过时的意思，不与时并进，不是不是，不装宽带是一个很可爱的，就是称呼，对，不是过时的意思，就是很可爱的一个称呼啦。
好了，我感觉我自己把自己掉到一个坑里去了啊！就这样，来，美们，天猫店铺价129一只，佳琪直播间到129一只，对，佳琪直播间到手买一只只要69，买两只78块钱，129一只，我们直播间78块钱两只，划不划算？今天你来第一次做活动，也是就首发给大家，数量填二领20元优惠券，好吧？啊，对不起，数量填一领20元优惠券，数量填二领100元优惠券，也是三折哦，三。二一来咯，我们的唇釉来咯，而且这个唇釉很有质感，就它是铝管，对不对？就拿起来是很重的那种感觉，不是塑料亚克力包装，它是那种铝制包装的感觉，好吗？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唇釉来咯，大家可以自己去抢自己喜欢的颜色，好不好？刚刚我们舒淇第一支涂的颜色是605，第二支她选的颜色是607，然后佳琪选的第一支颜色是306，你被拍进去了啦！什么东西？在拿特护，就是在拿那个安心乳，对不对？不是，没有啦，我助理刚刚拿，我想说你昨天喉咙痛，啊、想送你一个、啊，但是我怕会那个。这样太感人了吧？这个是挺好的啊，谢谢。哎，感觉我们两个在做私底交、私下交易，那会不会太那个？对，私交、，sorry， 哇，封交，对、喉咙好的。谢谢哎、你们见过送礼物这样送的吗？可能只有舒淇做得出来，送礼物是这样送，哎，这个很好的你呢，太可爱了。好了，我今天有礼物准备给你哦。对，我今天有礼物准备给你，我有两个礼物准备给你。第一个礼物，我觉得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喜欢哦，因为我在网上查你的喜爱的东西，我准备了几张很有趣的黑胶唱片。嗯，你是不是喜欢黑胶唱片？嗯，这个是一个异形的黑胶唱片，就是有一个爱心形状的，很可爱，我觉得你应该很喜欢、然后这几张是比较有名的黑胶唱片。哦，谢谢。对，希望你可以喜欢，谢谢你来到佳琪直播间。谢谢谢谢。然后还有一份礼物就是这个，就是，哈哈，是礼物啊，没错。对。李不全的面膜，哈哈哈，就是你刚刚说你想要的面膜。你太真实了啦！虽然是直播，我家也有哦。你不是你刚刚说想要吗？是，谢谢。那我就都带走喽。对，谢谢舒淇来到佳怡直播间，谢谢。辛苦。太开心了，希望你的直播会很好玩，很好。然后希望你以后可以经常来我们的直播间玩，好吗？谢谢舒淇，谢谢，辛苦了，谢谢大家，谢谢。辛苦。